积已久的武汉车站开始出现人潮，乘客戴着口罩，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排队扫码进站。武汉封城两个月，从八号临时解封，车站防疫全面启动。消毒人员全副武装，穿着防护衣、护目镜、口罩，针对旅客经常碰触到的地方进行全面消毒。闸口、大门、椅子全都仔细消毒，再用清水擦拭一遍，丝毫不敢大意。另外，机场防疫也准备好了。进入航站楼前，必须扫描武汉战役微信二维码。乘客进入武汉天河机场前必须扫码，出现绿色通行证和身份证一起通过检查才能进入机场。请按照小脚丫提示，间隔一米进行排队办理登机手续。登机柜台前地上标线隔开旅客间的距离，登机的座位上也有贴纸标示间隔就坐，保持一米的安全社交距离。随着武汉解封，各单位都绷紧神经，要确保防疫做到滴水不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